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怎讲风台慢慢啊挖进咱台湾，风灾一定要照起工，千万唔通生疏属性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读作姓资应姓第二条，姓本地意思就是姓李阿英，节约的意思，咱讲节省省钱。另外一个物件较俗较便宜，咱嘛讲姓，像讲行路较省，搁当兼运动。另外姓也是规划一款的行政区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咱做伙来看到读作省书，代表讲办代志减少停书，或者是较免遐尼啊搞工，买当讲是省工。第二个词读作减省，代表讲用钱都爱较俭咧，买当讲是节省、俭用、俭省。颠倒变的词就是偷窃甲浪费。咱用一句话来记咧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即阵啊物价起价，钱变薄，大家用钱都爱较俭省咧。有的人做代志较省事，就变做无遐接和朋友烧酒去食好料的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读作省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